啊，你来二级吼，我啊无无要紧吼。啊，你是讲要被检测，因是要学要人检测，啊，所以要注意吼，啊，你啊安全要注意吼。好，第一项，接起来。你今天来这边呢，一定要把这六项给它写起来，非常重要哈。第一项，你要办这检测之前，第一项，提早准备，来下来，提早准备。你的器材，你少一项都不行哦。码表有没有带来啊？还有量尺有没有带来啊？服装有没有整齐啊？场地的布置有没有做得很好啊？安全各方面工作有没有稍微准备啊？好，所以第一项提早准备，知道意思吗？知道啊、哦，你没有提早准备不行哦，不要匆匆忙忙哦。你不提早准备，你的受试者他也不会准备。有来跟我这边买口巾啊，我这边买啊，这书本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提早准备，他也要提早走啊，所以你要提早准备。